このビデオ吉村サメリンミヤオマトカゴ制覇で。大家好，我是杰克。我叫王凯恒。今天我们来到位于台南市一间非常好吃的牛排，那地址在卫路东安路51号。对，那听说这间牛排呢有很多精彩的动漫以及公仔，然后还有里面还有一个巨大的蛋蛋。我们待会呢就会带大家进去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。走吧 ，Let's go。大力牛排店家的公仔，非常大。然后这家店呢，就是动漫与公仔的风格。然后旁边呢，这里都是非常精彩的侏罗纪恐龙，然后以及各式各样的毛毛公仔都在上面，非常的好看，然后又符合做宅男所喜欢的定价。然后饮料，就在那边，免费，好吃。现在目前点这个餐点 CP 值高，然后目前呢我要点的就是综合酱的菲力牛排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大家的牛排的飞机牛排，那听说这边的牛排的 CP 值高，然后又很好吃，对，那我们来品尝一下。这个肉很好切，然后也美味，是否美味？你看一下吧。肉很 Q， 然后也很好吃，然后也很好吃。那所以呢，这家店呢后面还有很多公仔的，没错。也有鬼灭之刃娃娃，然后附近都很多其他公仔，真的是非常棒的一间牛排店。然后呢，它的饮料更是免费，无限畅饮。赞！那至于我们来尝一下这个炒饭吧。这个炒饭呢，大致上就是这样子。对，饭量虽然很少，可是很美味。不错，真的很好吃。那红萝卜呢，也非常美味，真是牛排中的健康美食。先拿偏餐的部分，就是还有什么汤面。那我先讲厨师的部分，他这家厨师很棒，是很棒的，因为大部分厨师来这种面包，他是要算家庭，然后他这个话还是用钱卖的，卖的很卖不是很棒啊，注重健康，然后拿去烤他那个烤像饼干，然后他也不用担心说啊手残不会煮酱怎么办，没关系，他也就先帮煮，所以只要负责把它夹起来放进烤箱就好了。现在在福州台湾发出来。这个吗？而且它里面的饮料吗？脆脆卡斯卡斯的那个。都过来。我收到它的卡斯卡斯。有时候它在它里面。然后切三。
偏那种很身心战的，我都很难过那种感觉。好，那现在来到我们最后的甜点餐的冰淇淋。那这里这么是第一次到的牛排店啊，这么好吃的冰淇淋，然后有两种颜色，因为我不敢吃薄荷巧克力，所以只好吃用了花生跟芒果。花生口味很好吃，然后甜度够，那味道也非常的美味。那至于我们的芒果冰呢？非常大，其实我本身很喜欢吃芒果，所以对芒果冰也非常的执着，一样好吃，甜度够，然后也符合我最喜欢芒果冰的形象。好，那今天大大力牛排的影片就在这里介绍结束啦，好不好？那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们哦，记得按下订阅，然后开启小铃铛，可第一时间收到我们影片的通知。那如果还更想了解我们的朋友们呢，可以到我们的 FB 还有我们 IG 搜寻，然后关注我们啊。我们下个影片见咯，拜拜。公仔，那我们可以带大家去看。那现在我们就出发吧 ，Go！